王五，现在该你我的了。这里好冷清啊！四面都是埋伏，你进得出不得。 用梅靴写的墙上的绝命诗，拿去给小姐。小姐，这是谭谭的绝命诗，用梅靴提在牢墙上的。望门口指思张俭，人死须臾待渡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。 去留肝胆两昆仑。怎么样，服了？你走吧。要是你能走得出去。
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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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